昔日明星伙伴的一名临时演员阿纳斯塔西·泰尼一起诉该剧主演著名电视剧明星杰里米·皮文曾对他有性骚扰行为。据泰尼透露，在2009年他们拍摄明星伙伴的间隙中，皮文曾在黑暗的走廊里强迫性地把他推到墙上，不停对他动手动脚。除了泰尼，最近还有其他女星曾对杰里米·皮文提起过性侵控诉，包括真人秀明星阿里安娜·贝拉玛、西镇警魂女星卡西迪·弗里曼以及广告制片人蒂凡尼·培根斯考比。在此之前，已经有一位女性起诉皮文在1995年曾对她进行了性骚扰。